轻松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太紧绷了，来看到我就是怎么样了，我很开心见到我岳父了。什么？居然当着众人面前叫韩国瑜岳父，这样对吗？哎，我被认证了，哎，他都知道哎，我喊过江坤姐岳父的哦。太大压力，太大。爸，卖欧贝乱丢啦。左一声老爸，右一声岳父，都想抢当韩国瑜女婿，但得先过读唇语这关。那你的期待？吃饭啊！起码要公正。起码。走年轻化路线，上网络节目推政见，将严肃议题幽默呈现。输啦！看来想要当女婿，还得多练个几年。李明玄一上场，反应就是不一样。贪污，如果贪污，就关到死。推广理想和决心，拉近跟年轻选民的距离，帮选战做最后冲刺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